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易。那今天为大家带来是《Bayonetta 2》的第十二章节，那留名贤者，出发吧。第十二章节我们叫做留名贤者，应该在讲他的故事了吧？哇，这鞋子也太……哇，一开始就。直接来这个模式就对了。Climax Horse， 哼，操作确认回避 ，OK， 魔力解放了解。哇吼！哦，他可以这样跳过去，是不是？哦，魔力解放这招太夸张了。这张好有趣哦！这张太有趣了啦。哦，我以为这是伤害的东西，没有。哇，刚那个大只狗狗是什么啊？哇，那大只狗狗哎！前面应该要跳喽 ，jump！ 我在 jump！ 他是有点 KK 啊！OK， 哇，这里好酷炫哦！欸，这是一级必杀，根本就一级必杀。我魔力解放之后的那个小马儿，直接一级必杀。前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应该是没有了。好酷炫哦，是不是在玩马里奥赛车啊？哇哦！他连这个都可以降闪，对啊，直接降闪就好啊。其实刚刚应该是用跳的吧？直接脑砍一波欸。过了、哦，白金牌 ，OK 的，因为这边太简单了。哎、欸，哇、哦，及时赶到，有没有？贝姐超强，母爱全开。再战留名贤者，哇哦！你看白狼好帅哦。Your impudence will cost you your life, witch. So
So you're saying diplomacy has failed then? 出现了素环针. Surrender, or it will be more than your mask that you lose. Umbra witch, or shall I call Bayonetta? That seems to be what people call me these days. Very well then, Bayonetta. You shall be the first Umbra witch to die at my hand. 他说你会是我第一个所杀死的安普拉魔女，就是呛声喽，呛声喽。 On my honor as a Lumen Sage. 哎啦，孔雀哥，孔雀哥什么卡？看我抽死你！哎，再砍到一下，过分哎，两下。 哎，他好过分哦！啊，哇塞！哇塞！哦。 有点混乱的、啊，可我就这样不信。 不能中断，你再嚣张，嚣张，嚣张啊！呀哈！啊，一直被打到。 再抽，我再抽，我再抽。哎，没有，哇塞，好痛哦！他的伤也断太夸张了，打到天崩地裂。 可恶！我的魔女解放，我就看你还能反击吗？上！哇，孔雀乱舞啊，帅！哇塞，他绑的那招超级痛的。 太贪刀了！哇塞，好险！刚一下被砍到，应该就GG了吧。 评价应该不太好。哇吼！哎！哇塞，好痛！ 好险！
去死吧！哦，这场打得不是很好。Not be forgiven. He will never be forgiven. My soul is illumined. He will draw his last breath before me. This is impossible.Little one, well, where am I? Bayonetta, you can get away from me.我靠，这哪招？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瞬间发生什么事了？哇，我们第十二章就这样结束了耶。牛兵贤者第十二章结束了，总共就一场前面的那个骑马竞走，然后再加最后面那个牛兵贤者 BOSS，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今天好短哦。